还给我开了，没有人。哎呀，晚上好呀。我麻了，我本来想尝试地雷系的妆的，结果发现画的好淡呀，所以就这样吧。还没下班？什么？打算吃什么？拌粉。哎呀，是公司点的啦。今天的妆好淡呀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对，很难喝。干嘛？超难喝，超难喝。这个时候就是好的，我就是做吃播。它跟土一样啊？真的吗？让我尝尝，拿这个尝尝龙岩茶铺呢。好的呀。我先夹上。为什么我感觉我一直在参照那种就是雷系的那种妆在画，但是怎么不一样呢？放哪位？来看吃播了。好的呢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说话好慢，那我说快一点。晚上好。好的，它这个味道真的好奇怪。晚上喝这个不会睡不着吗？不会呀。他们说这是脏脏茶，脏脏。脏脏奶。爸，好羞涩呀。晚上好呀。晚上好。有多脏？你就看着，我感觉我后面是不是贴个灯灯呀？卡了啊！我卡了。是我这边信号不好，好无聊。谢谢花小站送的巧克力，谢谢你送的巧克力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进入小乐星球的直播间。谢谢糯年糕饼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哎呀，你的名字真可爱。谢谢月食卷云层送的巧克力，好的。谢谢铁血单推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鲨鱼奶绿酱，好，谢谢鲨鱼送的巧克力。啊，为什么还是卡？为什么？哎呦，看作月亮荧光棒什么？你给我出去！你不准看。
哎呦，谢谢拜仁基米希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你。晚上好呀，谢谢框框米甘肃的玫瑰花。我感觉，谢谢哈兰德送的巧克力。为什么呀？你们谢谢。晚上好，什么？晚上好，谢谢大猪猪送的巧克力，谢谢巧克力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我可以尝一下这个粉。谢谢送的礼物。知道 C 前面，我知道呀。我们521的时候玩游戏，我还亲了他一口。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口红，它太润了，然后就亲在他脸上一个口红印。哎呀，这样就双马尾。再吃半粉，这个粉听说不好吃，真的吗？我尝尝，再吃半粉。哎呀，谢谢把节操给芝麻送的巧克力。啊？什么？它好大呀！好呀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是的，把你们给办了。他吃播告辞，怎么能告辞呢？我看成了螺丝粉。哎呦，哇，这个特效好浪漫。谢谢，看上去了。谢谢糯年糕饼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有你啥事送的玫瑰花，谢谢阿涵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哎呀，谢谢龙腾星河送的玫瑰花。好了，请开始我的吃播。我要开始我的吃播了。夜蝶，谢谢勾局送的夜蝶，但是他。啊，上去了。这个谢谢。哎呀，这串英文我不会念呀，但是谢谢你送的玫瑰花，谢谢官送的荧光棒。晚安，怎么就晚安了？他办不起来呀，我怕给他弄洒了。谢谢月光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你。谢谢送粉，哎呦，早五晚九的人哭泣了，好吧，那你快点休息吧。给你们尝一口。虽然，但是感觉还可以呢。谢谢猫跑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你。什么看饿了？我才吃了一口，你就看饿了？是的，昨天第一次直播，今天第一次吃播。那么明天我们该干什么呢？明天那我该穿什么呢？谢谢小野牛送的荧光棒。给你吃一口，你要吃什么？这个。谢谢乱麻仿生机送的荧光棒。谢谢，明天盲猜第四电台。那就
还是不要电台了？不电台，吃的拌粉呀。你要吃辣椒？那好吧，都给你。把辣椒都给你。哎呀，我谢谢套路，从来套路的人心送的荧光棒。我能吃辣呀，我一般吃微辣和中辣。谢谢乔在燃烧送的花海。嗯，谢谢送的花海。谢谢龙腾星河送的荧光棒。谢谢 HTT 送的巧克力。吃特辣吗？我不吃特辣。但是火锅的话我还是可以吃特辣的。挑食吗？我感觉我不挑食。我是一个不挑食的乖宝宝。谢谢有你啥事送的玫瑰花。重庆火锅吗？差不多吧。它应该是这样子才好看，但是它这样。双马尾可以，那是高，要高的还是要低的呢？哎呀，欢迎你们，晚上好。我本来今天想尝试那种，就是那种很，就是那个好像是敏感词，应该不能，他能说吗？就是很，雷系的妆，但是呢，我好像没有画好，好淡呀。他应该是这样，这样，雷不起来一点儿，对对。我是想画那种妆的，但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在镜子里面，我觉得我的妆已经很浓了。下次时间充裕的时候，我就好好画一下吧。因为穿的有点地雷，这能说吗？好像不能说，这可以说吗？好的吧，想看淡妆，哼，哦，对了，整个素颜直播，谢谢去宇宙里浪里个浪的噔噔送的奶茶，晚上好呀，我是坏女人，什么？我可不是坏女人。谢谢观众的荧光棒，欢迎大家进入小乐星球直播间。这该怎么说呢？给，我要离远一点，我今天不好看呀。晚上好。为什么今天的妆就是没有公演的时候好看？晚上好呀。好吧，我没有小红书账号。今天被催营业了，他说该发抖音了，该交作业了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是的，我在周星。那当然是林娜贝尔啦，我该营业了，我该拍抖音了。那么你们想看什么呢？谢谢 SVD 送的荧光棒，谢谢你。哦，忘记了，我今天是吃播呀。忘记的晚上好哦。哼，饭量惊人。好吧，晚上好。你猜？
能吃完吗？手是五。好吧。可是我吃的胖。那我不吃了。我吃不完。我不吃了。哎呀，你出去。哼，我熟悉的那个 ID， 你出去。谢谢消失的亲减肥版送的荧光棒，谢谢你。好吧，真的吗？特殊对应没有？好吧，就是为了看吃播才进来。那我就直接埋头苦吃。什么东西呀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是吃播，我要闭麦。厌食症？才不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想减肥的人可以看我吃东西，然后呢，你们就不会想吃东西了，这样呢，就会瘦了。他还有。黄瓜，你们吃黄瓜吗？你们吃黄瓜吗？吃的要胖的就是我了。那可太棒了，我也爱吃黄瓜。看完又加了一顿，那给你们看这个。你们看了这个还有食欲吗？不，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。我今天一直在激情的快乐回翻牌，我可太开心了。快乐的回翻牌中。哎呀，因为就是看着手机回着回着时间就过去了，然后就想着哎呀我应该直播了，乐乐乐乐乐，还没。他挡住我了。哎呀，真的好好玩，感觉今天从中午我睡醒我就开始快乐的回翻牌，然后呢翻着翻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我看了一眼他怎么没有带剪的呀，好吧，是我打字太慢了，就是很快乐。就是很快乐的回。可是好好玩呀。今天。不
不多，我感觉不多，就是还有多少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感觉快了。那你来吧，来给我增加工作量吧。有猫儿，猫但是我今天穿的衣服不可爱耶，但是它很可爱。穿的，谢谢。觉醒者送的告白气球，是这么念吗？我记得我去搜过，觉还是叫？哎呀，谢谢送的告白气球，是的，我卡了，把它放前面。这样，好的，继续开始我的吃播。谢谢于轩送的蹦迪，谢谢你的蹦迪。那我给你表演一口大口吃粉吧。没有味道，它没有味道。哎呀，好快！晚上好呀，哎呀，是你呀！推荐自己喜欢的美食，我只喜欢吃。看我的微博，你就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了。谢谢噔噔送的玫瑰花，什么两？是的，游戏款。不，我没有写螺蛳粉，但是呢，我上次自己煮了螺蛳粉。然后，就是庄庄说：“天呐，你煮的竟然比他就是外面买的好吃。”他说：“我煮的更好吃一点。”哼哼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是20230423，为什么你是一串乱码呀？谢谢你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能吃完吗？应该吃不完。我喜欢原味的薯片。谢谢帝国忠诚的 IG 寒霜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好吧，我现在正在喝，我现在正在喝脏脏奶，好吧，还没来得及，像玉子，真的吗？哎呀，我是摩羯座，煮粉要掌握什么技巧吗？我觉得没有技巧，就按它的包装上的说明煮就行了。我怎么没有脖子？啊，我是趴的没有锁骨了。这是猫耳朵。土味情话，我不听。谢谢7块曲奇送的玫瑰花，谢谢送的玫瑰花，没有技巧，全靠感情。是的，猫耳朵，我是不是？谢谢星空鱼送的两个巧克力。谢谢。
它不会动，只能手动了。谢谢。弹幕呢？既然没有弹幕的话，我就表演个吃粉吧。我要先表演吃粉，吃个黄瓜丝。谢谢猫跑送的玫瑰花。哎呦，这样。但是他们会在就是在这边涂上那种口红，然后就比，让我试试。其实我都没有很饿了，我只是想给大家表演吃播。它是发夹。它是发夹，是吧？我也觉得它很可爱。它是那种，就是那种旗。不好看，凭什么？为什么我比的不好看？好的，我不会浪费粮食的，我会把它全部吃光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的是这样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别人画出来就那么好看呢？我爸这是在画那个猫的爪子，应该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不好看，不弄了。不好看，是不是颜色太深了？可能吧。怎么能说是廉价的猫爪呢？谢谢第五季节送的玫瑰花。可恶！那让我看看你家的猫，你不给我看，那就说明你没有猫。我嫉妒每一个有猫的人。出去。讨厌，为什么你们都有呀？哎，但是中心，我在中心没有猫。是的，让我把他手机拿下来。哎呦，算了，不拿。突然很想试试横屏是什么样的呢？家里有五只，好棒呀！羡慕每一个有猫的人。但是你们铲屎肯定会很辛苦。没有弹幕，吃个粉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不聊了？为什么？其实我只是在直播的时候吃的慢。
算正常水平。好吧，他卡住了。转一转，不直播的时候，两口吃完这一份吗？会三口吃完这一份。晚上好呀。哎呦，谢谢钩具送的花卡。好吧，看我吃的是，看我吃的这么大口的份上，你就送我了吗？那就谢谢送的花卡。哼哼。吃的拌粉，拌粉。吃饭推土机，那你吃的是什么样子的？还没呢，还有这么多，那好大呀，它能挡住我吗？我吃了 N 口，那是它量太多了。哎呦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明天有没有工作台？明天我会，我不告诉你，我要偷偷的。我生气了，比一开始变多了。谢谢钩具做的五个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是他坨了，既然他坨了的话，那就吃。好像还有凉菜呢。凉菜。不要动你小家伙。你们吃海带吗？好吧，你们不吃。你们吃这个吗？你们也不吃。你想吃，你不想吃。还有这个，我还有，哎呦，是的，你们只能看，我还有这个。等会儿再吃它。蛋挞。
塔。你们猜。不要喝这个。哼，我要喝水。它好像比昨天少了一点点。这样我就可以一天不下床了。哎呀，谢谢噼里啪啦 Pico 送的巧克力，谢谢你的巧克力，谢谢。两天喝完一桶吗？不，我不懒，我只是比较宅，我只是比较宅而已。谢谢登登送的玫瑰花。小玉最近有公演吗？应该会有吧。哎呦，谢谢猫跑送的玫瑰花。为什么？好吧，为什么我没脖子了？我不要吃饭了，我要，我已经胖的没有锁骨了，我得凹锁骨，它才会出来。好吧，没有了，蛋挞。哎呀，谢谢勾局送的12个荧光棒。谢谢12个荧光棒，我谢谢 Piu Piu 178送的玫瑰花。好吧，把这边画一个表情，然后拍这样。超大蛋挞，它好大呀。给你们先吃一口。好吧，你们不吃，那我吃了。既然你们不吃的话，那就只能我吃了。哎呀，不，你们不想吃，我只是在玩而已。饿坏了，你没有吃饭吗？看吧，我口红已经没有了。为什么大家都饿了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那要不你们也一起吃饭吧。就是跟我一起吃饭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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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是吃的夜宵还是晚饭？这是吃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夜宵还是晚饭。这是不知道。
好吧，我适合做吃播。现在没有吃的，哎呀，好可怜呀，家里没有吃的。我要，哦吼，哦吼，哦吼，晚上好，我吃饱了，欢迎进入房间。哎呀，为什么小将？真的吗？不吃东西没人看了。欢迎进入房间，吃饱了来个饭后甜点。其实吧，其实吧，我好像还有肉松小贝呢。谢谢布丁丁丁送的秋天的奶茶，那我再浅吃一口。好吧，我是大众脸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像好多好多前辈呀，我像好多人呀。不，只是因为镜头的原因，只是因为美颜的原因。今天，但是我奶茶喝了，还是表演喝水吧。它是说不出来的味道，我形容不太出来，它就是有一点苦苦的。明天的晚饭好像有泰式奶茶，对，明天我要直播喝泰式奶茶。那我穿什么呢？我穿……你怎么能说是泥浆呢？哎，汉服，其实是没有带汉服过来了。明天，这是不知，明天兔兔，明天兔兔，明天制奶。哎，不行，我可是我已经有照片了。喽，我，不，不不不不，谢谢枣泥酱送的玫瑰花。就是我感觉是有点那种女孩子之间的友情，不能说是这个，不可以。哦，哎呀，好的，算你。我又一次念错了名字，对不起。我今天的眼睛好小啊。这个
我看了第一集。大眼拉大一点。他那个第一集，我觉得好像就只是前缀一下吧。第一集就是去了医院，然后我红了，我有颜色了。什么色号的？我也不知道耶。看不见。这就不吃了吗？你不会真的是来看我吃播的吧？可是我已经有点吃饱了，真可恶。既然你想看的话，催吐再吃我，不，哎呀，下班了，好的，他真的有变少。把肉肉吃完吧。我讨厌吃肉肉。肉肉也讨厌。掰一下。谢谢工具送的马卡龙，怎么人家一吃饭你就送礼物？难道是想让我好好吃饭？哎呦，没有，还在呢。摇，可能觉得奶茶太。谢谢晚风拯救世界送的玫瑰花，我又想说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我粘牙了吗？找找，没有，骗我，谢谢蒜泥。谢谢你送的巧克力。是的，欢迎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直播间。太好了，学会了。敏感肌很好用，哎呀，反光啦，反光啦，吃的咋样了？吃的差不多啦，吃的差不多了，谢谢，我就念，谢谢 UDK。MAST好吧，我只能拼出来了，就是谢谢你送的荧光海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海，
该怎么办呢？谢谢女装山田南瓜送的秋天的奶茶。既然你送了奶茶，那我也喝一口我的脏脏茶吧。我好像我有看见那个公告，但是现在我看看，神秘代码，编辑，好的，我会了，56681353，真的吗？我看看。谢谢睡觉和睡觉送的荧光棒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棒，哎呦，送这么多荧光棒，小乐，星球，入口，试试，有了吗？点，它有了吗？Hello。我好聪明呀！哼，着急又连麦，哎呀，好啊，我要去连妮妮，看看他在干什么呢？他什么？他要跟我想我了吗？你在哪呢？你在哪播呀？我在你的心里。你怎么不过来播呀？过来播，我怕咱们，你看过来播就不能和你连麦了。好吧，你来到我的直播间来播，就是我们两个坐一起，我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行啊。哎呦，晚上好的，我们就在连着吧，这样子就有话题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让我找念念，又要这样子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啊！我是牛呀，姐姐要像念念姐姐一样社牛。念念她也是社恐，她测出来她也是 I 的。就是，但是她直播的时候她这样的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欢迎在那畔左岸的咖啡。哎呦。哎呦，干什么了？今天都，今天都在快乐的回翻牌。我今天你看我的妆，我跟没化一样，这样确实是。你化了？啊？嗯，化了一点吧。有化了一点的。哎呦，就是你知道我今天我想画地雷系的，结果呢？嗯，没画出来那个效果，太焦灼了吧？那画的跟没有颜色一样。看我买了西瓜，切过来，拿过来给我吃一口。你也给乐乐吃一口，给乐乐吃一口，给乐乐吃一口，好啊，我们给乐乐吃一口。哎呦，东北和北京比较接近吧？东北和北京比较接近吗？第二次来了。嗯，你好呀，第二次来了，要多来。我现场改装。真的吗？你给我画画。晚上好呀，美女。晚上好呀。哎呦。给萌萌画画。我给你画。嗯，小鱼一直给我画，他会拯救我。真的假的？对。让我来加深我的眼。嗯。我以为您那是软萌妹，也没想，哦，没想到东北人那么真心，谢谢，讨厌你，我是 T， 没错，我是 T， 哼，去过一次北戴河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欢迎，北戴河很好玩的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卡不卡不卡，我还没有，我还马上就到那里了，晚上好呀，我不是呆呆。那就不用两边跑了，对呀、啊，这样就大家就是可以什么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，他们说这样就咱们两个连麦之后就不用两边跑了。哇哦！
我在我们的宿舍直播，我跟小玉不是一个宿舍的。素颜我又化了一点的，但是现在是北大确中实心是吗？看着很少。谢谢稻草人的一个蹦我住迪，在中心，可是谢谢你的你蹦他住迪。在公寓，他摇住花在你手，的我公还寓。是会摇花手的。花手我也会。小玉给我摇一个，等一下，嗯，怎么样的？这样，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对，对的。你一会儿别起飞了。谢谢 B L T O X V R Y K O L 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什瑰么？花。想把你画成不行。花，盛开的一朵花。噔噔噔，回来了，从哪儿回来了？昨天你就是要不你一直在们说回来要了，不你们是原在地看我成一的个弹组合幕。吧，你猜我信不信你是 T，我原是地 T。成一个叫花手组合。来吧，咱们两个。北八经北八仙人径连麦撞花手，你知道什么 T 吗？就是霸气来的离那一远一个，点，酷酷的那人一个，近一点。去隔壁回来了。什么？谁？每开开心心过每一天。你看单推多好，推宝多好，推宝。这样。哎呀，我也不用两边跑，那我们就是，就要经为常什连么麦。他不能就是三个人连麦，这样子再把聂雨姐拉进来？他在电台，好吧，他怎么能在电台呢？他没有化妆呀。哦，好吧。你看我太随意了，两个我都爱，好的，要一直喜欢我们两个哟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去隔壁间。打个招呼而已，好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谁来把我他这拉到，打招呼了？把他拉到视频，开开心心过每一天，把他拉到视频，他就是没在我们宿舍这里，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 气间。扮起来酷的那一个，正应该常人玩见些吗？什么呢？就是酷酷的那，玩些什么呢？玩我些什么？赚，看谁赚得快。我想打嗝，打呀，卡这儿了。这样拍拍，欢迎大好家的，进入了，玩一嗯，二三木头人。一二三木头人，那我们就是你们真的就会觉得我们卡掉了。是的，你去和他说，他说他电台来了，可能会来，但是没我八成感觉他不来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就是带着妆，就是在楼下，然后我眼睛有干薯。然后我就在楼下要困得要命，然后他说，我就说咱们走吧，然后要来我这儿嘛，然后他说你等一下，我想卸个妆，我说那好吧，我等着你，他说要不然我也顺便洗个澡好了，谁呀、念啊？念，念你？哎，我你那边有回声，我能听见我的声音。刚才，真的吗？晚上好呀，晚上欢迎进声音入大我吗？的房间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可爱间，鼠，欢迎大好家的，进入他我的直答播应间，了，不全部信。过来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全部过来，快点过来过来。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呢。对面怎么开始拉人了呢？没有办法呀。我相信大家就是会坚持在这里的。哎呦，大家可以看我皇帝的眼线。你能看到我的眼线吗？别这样太好玩了。我真的能，我真哎的呦，有画了从眼对线。面来的，看我拉过来了，都来都来。嗯？是谁？笑死！喝那个奶茶呢？就是。分享大脏哥，大脏哥，差点，欢迎你来到我这里。谁又过去了？没有，我在念弹幕嘛。好吧，他在这。都来。
那不就像一下瑞平的铁你这是咖啡吗？是的，我这是 coffee。但是呢，就是感觉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，挺好喝的。嗯哼，在喝美式。我前来支援宁宁，好，谢谢 GQWDSF 送的四个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怎么？谢谢你的四个秋天的奶茶，所以我表演一个喝咖啡。我们伙食好好呀，是的呢，我们伙食好好呀。晚上又不睡了，睡的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睡着的。哎呀，我也有，谢谢公举送的四个秋天的奶茶。看我也有，我不管，我也要表演喝奶茶。我是喝咖啡，表演喝咖啡。我的不不不不不不，过来全部过来。夏天的咖啡，谢谢猫宝送的五个玫瑰花。工具，我们他去你那儿了？谁去我那儿啦？工具，谁来我这儿啦？什么？过来过来过来。哎呀，谢谢小青柠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高举送的小青柠。嗯，对，小青柠是过来了的。小青柠，哼，我都没有见。小青柠，谢谢您咖啡，你来了。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一下海底捞板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可以不按时吗？八点是早睡的作息吗？我只有昨天是我没有马卡龙。好的，小青柠是我的粉丝，是你是我的粉丝，很阳间的。我可是，哎，他这个直播横屏会是什么效果呀？横屏是什么？就是把手机转过来。我看看，你试试。你喜欢喝柠檬汁儿？想喝柠檬汁吗？别报我 ID。 哎呦，酸酸的柠檬汁得晚上喝，会变白。下来哦，原来横屏，那边我那边看你，我得这么看。我就要你们横着看我，然后呢，你们只能横着看我才能看见我的脸呢。当然呀，我竖着看也能看见你的脸呢。不传苦茶纸送的巧克力，不，哎呦，笑死，哈哈，是不是布被我拉过来了？你们还是就是两面两头跑，可我都来都来，脖子折了。没关系，看我就不会死掉、哎、我就是竖着的。头像这我是小绿大队人。黄片是个和双人同时直播，黄片是和双人同时直播，双面粉丝。下次我们一起直播，你没跑。你没跑，双面粉丝。谢谢高巨色的，我只在这里，你要信我。好，谢谢我送的马卡龙，我信你。你去了就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会相信你的。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一下送的一个秋天奶茶、哎，谢谢。我表演一个喝咖啡。你可真是双面粉丝，谢谢高巨送的三个秋天的奶茶。我也有秋天的奶茶。直播贴贴，贴贴。谢谢 BLTOXVLY。 哎呀，你怎么又过来了？你怎么两边跑呀？你两边跑累不累？玫瑰花，那么还是谢谢。我应该怎么叫你呢？在河底麻烦挖一下。跑过来了。在河底麻烦挖一下。他的弹幕，他的 ID 好长呀。乐的。哎呀，刚才还在我这里，你们跑得更勤了。光速穿梭，双面粉丝，是的，你们都是双面粉丝。光速穿梭，可以吗？
就是可以就是直接点进去吗？谢谢麻烦在盒底挖一下的一个鸡蛋奶茶。谢谢的送的一朵，歇一会儿吧，在我这里。谢谢你送的玫瑰花。谢谢 SVD 的一个 chocolate， 谢谢你的 chocolate。嗯。And the stars， 好好玩一下。休息一下吧，于轩 emo 中，你怎么变成 emo 中了？谢谢你送的荧光棒，谢谢布布的一个，哎，你又来了，谢谢我挖一下去那边了，刚刚就去那边了，点对面可以直接点，谢谢 SHRKY TANN 的一个 chocolate， 谢谢你的 chocolate， 好的，谢了刚好，好吧。别玩了，别玩了。晚上好呀！谢谢乔在燃烧送的秋天，谢谢传代燃烧的一个秋天奶茶。啊，怎么？谢谢你的秋天奶茶，我刚念完，他怎么就过去了？乔在燃烧，我也在写他。怎么回事？他们，你们怎么？没有，是我念的太慢了。你稍等一下。谢谢 SVD 送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，谢谢，我要叫你棒，谢谢。在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大的欢迎你，竟然就是你们都已经在表面上就是告诉我了，是吧？谢谢你们连瞒都不瞒我一下。谢谢十七送的巧克力，谢谢的有玫瑰花，谢谢你玫瑰花。挖一下，我应该怎么叫你呢？你的 ID 好像。挖一下，谢谢稻草人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稻草人的荧光棒。哎呀，哼！谢谢钩具送的高级马虫。好的，哇哇，有颜，我就是，是我的颜值，不是大家颜值。哇一下，你好，谢谢 B R O T O X V R Y K O L 送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谢谢送的礼物，快点都来我的直播间玩。我翻牌了吗？我正在慢慢的回。谢谢哇一下送的玫瑰花，哇一下，谢谢，麻烦在盒底麻烦挖一下送的一个玫瑰花。谢谢送的玫瑰花。你的网真好，不会卡，再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 B I O， 今天该升级。O， 对我就是每天都很升级。好吧，我不会读，但是谢谢你送的秋天的奶茶。B I O， 还有两个礼拜要会考了。我要吃吃。什么是会考？慢慢的。对的，等我慢慢的升级，就是我就以后就是刷刷的，要加油呀，快的。谢谢 SHRKY 天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。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。把你花成挖一下，我把你画成花。哎呀，魔化了，化了，哦，那得去加油呀，是动起来。那你。谢谢，在盒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。那你最近是不是会复习的很忙呢？谢谢挖一下的玫瑰花。花，嗯，好气哦，但是还要，但是我还要。谢谢挖一下送，谢谢挖挖送的玫瑰花，别过去了。姐姐会唱挖呀挖吗？她没有学。挖挖送的玫瑰花，挖挖一挖一挖呀挖。我还有一谢谢在盒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。你还不去复习？谢谢你的玫瑰花，加油呀！你不会一会儿还要去那里面吧？在小小的盒底，挖呀挖呀挖。粉丝会玩是的，但是我感觉粉丝们在两面跑，不是很好看呀。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，挖一下会玩，嗯，又去了。他又来了，他就是两边转，哼，他的网真好，谢谢。他不会又去了吧？来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。他又过来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哎、你们都在这里，又去了，好快。你别串了，谢谢你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你送的玫瑰，你会开微博的自我自动回复吗？我没有开吗？哎我今天我以为我开了，我一会儿去看一下。高考加油！会考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他又来了，去看一下挖一下送的玫瑰花。晚上，您这边挖的快，这边他网速真好。这边送一下，那边送一下，确实是。谢谢在盒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。他可真讨厌。
我都卡住了。我关，乱跑，挺好玩的，是卡 bug，没关系，我读的有点慢了，现在。吧吧吧，谢谢到你的底规划。更喜欢待在哪里呢？没关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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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
不要。你的网。你们还是待在这里。隔壁好。谢谢再喝点麻烦挖一下的应该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。在看你们直播，就是那个挖一下，他就是两边串，他可真可恶呀。你看他又过来了。想看特效，嘿嘿，谢谢，谢谢大河地麻烦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，哎、还挺好玩的呀。宝宝，你也开一下微博自动回复吧。知道啦，我要研究一下呢。我也是要研究。老年人不会玩微博了啊啊！像这种专一的，是的，我就喜欢专一的。再和点麻烦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，嗯，好吧，谢谢乱麻粉升级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谢谢乱麻粉升级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，我给你们送不了礼物，卡了，两边换着看，不行，你来我这儿看。谢谢稻草人的一个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谢谢你的荧光海，荧光棒，荧光海，谢谢你的荧光海。哎，嗨，够了，嗨，谢谢挖一下海的爱太深，时间太深。我还没点关注，我来关注一下。竟然没点关注我。哎呀，谢谢你再次送了我巧克力。我伤心的哭了。谢谢你。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巧克力。谢谢你的巧克力。唱歌吗？换了一个。哎呀，谢谢你的巧克力。谢谢你送的。开始 battle 了。已经卡住了。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 chocolate。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。你看，都怪他串门。串的我们都卡了，刚才去小念的直播间，他在说些什么？小念不可以再串了哟，别再串了哟，都来我这边，别再串了哟，都来我这边，快来我这边，别再串了哟，都来我这边，别再串了哟。小念说他想你了，不信。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一下送的一个 chocolate， 哈哈，谢谢你的 chocolate， 再挖一下送的巧克力，谢谢你的巧克力，谢谢你的巧克力。可是能不能不要再串门了呢？他在说玩的很开心，能不能就在我这边看看呢？歇一下吧，大家都在我的直播间里休息一下吧。这么爱玩的话，稍微休息一下吧，我都留不住你了，是吧？他可真讨厌，是被拉了。真的吗？哪里？于轩送的荧光棒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棒。小念的超爱你，我感觉也是。双马尾真不错，是的呢，就是没有扎好。现在还准备加上一些了吗？嗯。哎呦，你好呀！你好呀！有多爱我？你好呀，他今天还和我们去逛的时候，他还和别人在那里聊天，一直在聊天。我在旁边默默的走过，他就是不看我。要看披发的我，那当然可以满足啊。谢谢，我今天麻烦挖一下的，可是没有喷发胶的呢。但是呢，谢谢吉先锋的一个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，谢谢吉先锋的一个夜蝶。都过来哇！蝴蝶、夜蝶，哇！你要跟我跳夜蝶吗？当然啊。对，不好看。好好看啊！谢谢月光的一个夜蝶，谢谢。我成熟了，这样。哇，好漂亮的蝴蝶！谢谢月光的一个夜蝶，
谢你的夜蝶。好的呢，谢谢你们的夜蝶。我是后妈，我要这样，这不就是那个那种后妈造型吗？啊，对，关于我。你们两个跳也得小妞会吃醋的。他以前还说要和小鱼跳，今天我还和他说了这件事。对呀。哎呦，他说和你跳，和你跳，他说和我跳。他是个大骗子，他我们跳夜蝶，他跟我说，我下场的时候问他，你为什么在台上的时候不好好跟我跳啊？然后就是他说，他只会跳副歌。他们唱的是主歌。 对他今天也和我说了，他说他只会跳副歌。不知不觉就换发型了，绑一个斑马。对面那位是念念前，晚上好呀。去是念念前的舍友，他们是他是我的前任，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在你们直播间出名的，因为你在两头跑，要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怎么？他应该在这边休息，在我这边休息。念念，看一下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公念雨锦，你怎么来了？嗯，是蝶王吗？是的。好吧，难道喜欢被抢？是年年现任，哼，是的吗？有待研究。他今天还和其他人在那里聊天，聊得很开心。我就从旁边过了 n 次，我拖着大袋子过了 n 次，他就是还是聊得很开心，不就一点。念念，哎呦，她是个渣女，喜欢被抢。谢谢吉先锋送的蹦迪，谢谢你送的蹦迪。昨天可太关注你了，都要多来关注我。谢谢挖一下送的一挂海，谢谢在挖一下啊，挖一下送的一挂海。又过去了，是吧？他好摘的，他谁都喜欢。嗯，就跟挖一下的一个荧光海，是的。前任念念就是个海王渣女，新的荧光海，我的头谁都不爱。要上班了，这么晚要上班了吗？我也喜欢有挑战性的。变上学偶像都是跟念念学的，念念昨天还说最喜欢我了，真的吗？昨天我在下面等着他的时候。等到他了之后，谢谢吉先锋送的荧光海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海。哇哦，终于到家了！你不会在吃了他的糕点的下面，待在我的直播间吧？不行，我只是所以他最喜欢当然是我了。我都不知道该扎什么。我们他最喜欢我了。所以就是对面是前任，不是的，他们都没有开始过。哎呦，造谣。我们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小鱼前辈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我还在家里。晚安。你要是到三点我回来说不定估计昨天怎么样，亲的可实了。你和谁亲的可实了？三点才下班。小鱼，你和谁亲的可实了？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你和司机前辈亲的可实了。是的，我直接在脸上拨了一个口印呢。你都是个小渣女。谁说的？我只是你别，你这样，我要在直播间爆破你了！我跟你们说，他们有不行，他之前想爬我的床，然后呢，我不让，之后他说了一句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他说谁也阻止不了我，
当然了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你的声音不是这样的，你说但是的。我已经爬完了。再说谁也阻止不了。我先去看一眼念念，等会再来玩。好，你去看一眼他吧，等会要来玩哦，速度爆破。谢谢你呢。哦，我解锁新发型了。还以为你只想睡念念，昨天我们已经一起睡过了。晚上好呀，欢迎大元宝。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房间，大家都来看我呀。不是，就是一起，就是普通的睡觉罢了。这个发型。我和小鱼就是很搞笑，我们两个要就是大早上的要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一晚上没睡，我就没拎有，着五点的时候用拎着头我的发，化妆爱箱心，去找他，爱心。然后我困的，然后他在睡觉，然后我就想，我也去上去睡一会儿吧，然后我就在他的床上睡了一会儿。睡了一会儿之后，我们就说谢走吧，谢在河底然挖一后挖，走着走送着又我睡了一觉，然后巧克力。就没有去那个地谢方谢哦，和哎，小我鱼。们变成挖一挖了。谢谢挖谢一谢下在送河的巧克底，力。麻烦挖一下的一个 chocolate，谢谢你的巧克他力。怎么又过去了？他怎么又开始该跑？住的话，所以是谁睡谁？我们一起就是睡觉。谁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也太阴间了，只有偶尔的那两次、那几次罢了。这是什么发型？在河底，谢谢，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 chocolate，谢谢你的 chocolate，谢谢你你的这再 chocolate。这样转，我们会卡死的。那还是要谢谢你送的巧克力吧。哼哼，谢谢你的 chocolate。谢谢你送的巧克力吧。心在跳，爱怎情么随还机不打来？破。谢我谢，在想，谢谢楠楠不甜送的荧光棒，谢谢龙腾星河送的荧光棒，谢谢楠楠不甜送的今荧天光准备几棒。点睡呀？荧光棒，天准不备光你下和了他，播是就吧？差不都多要怪睡他。觉啦，和你们一起睡。他要是不转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卡了。谢谢挖一我卡下吗？送的荧我光卡棒，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告诉我。谢谢挖一下送的荧光棒。我就趁着卡的时候是吧？赚一个花就是，手，但你看是老公最这大。个发型可 我是吗？昨天只我能还在直让播念的念时唱候老长，公最因大，为他等很他某红。一天直播的哎时呀，候，欢迎让大家他进入我的直我播就连间，麦他，让他唱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几点下播？现在还不知道哎。你的爱在夜里流淌，爱情不卡呢，了就。如。我般荡漾，哒哒哒！我怎么开始唱土味歌了？光夹点卡就可以跳公演了。我天小前辈公演，心我会去在看，跳，我会是去爱看你直情播。火焰花。谢谢，心在在河底等，麻烦挖一下的一个要巧克的力，人是我，谢谢你的巧克爱力，如火，人在温这里暖歇了一会儿心。吧，不要去转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记得回下翻盘呀！好的呢，我只我抢下了播了，四我号就的会票，去快乐的回翻牌了。今天是几但号？是呢，今天是二我十二。回的会很慢，因为我打字很慢。我呀，我是我也用想手去写看，的，你们信吗？我用我们手有写机会去上海的话，的，所以你们要等我着就哟。可以偷偷摸摸的见到他了。是的。哎呦，是的，很好听，不会回歌喜的，欢。我会困了就睡的。哇哦，竟然叫我老是公，我呀。快点，请拿出你跟我的同款，要两个直播间全是。请哦，拿出我你同跟款，我的同，我忘记在哪。好的，那我得去找一下。好吧。好像变身棒哦，就是这个小小东西。是的，
我比你红了，我的嘴唇，我要反复，嗯，哇哦，红了，没有，我也有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反复的狂跳，没人能抓住我，哼，就没人能抓，谁也管不了你了，是吧？谁听你了？真的是，哼，何迪老师是真的不累，嗯。好玩的很，哼，一个直播间卡，一个直播间声音太小，谁的直播间卡，谁的直播间声音太小。你说你爱我的话，现在鸡腿是多少？给你做个整，勉强亲你一下吧。从哪里看？是的，很好听的，很喜欢。谢谢，谢谢稻草人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。我也。不好看，确实卡卡的 ，no， 确实有点卡。我吗？我卡吗？小鱼、嗯，好像没有呀，没有呀。好，那就好。哼，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。我点自己的头像应该能看到吧？你怎么又过来？我点不动你。哼我点你。怎么你要点我？没有点自己头像哎、嗯，出去不能出去，那你还是去他直播间吧。我们都很好。你走了，我再亲亲他们。你出去。我看不看哦？嗯，骗我？谁骗我？谢谢挖一下巧克力。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巧克力。他怎么又去反复横跳了？谢谢你的巧克力。骑士，你怎么走了？走骑士，来这吧。你是我的骑士呀、啊，你怎么又走了呢？哎呦，来我这里吧。我怎么说话慢慢的？我说话快快的。这是第一次看新人直播，我会加快的。我是第二次直播。嘿嘿，嗯，和他说是他让我走的，让你走。嗯，都来我这里。谁呀？谁过去了？过来了。你有听到我今天嗓子就是不对劲了吗？哇一啊，小鱼，你感冒了呀？嗯，那我抵抗力也太好了吧？你不关心我一点儿？不关心你一点儿？嗯，我不关心你一点儿。我们BE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过？我们已经决裂了。我们这边有条三八线，你看。咱们的他和他，纯纯就是姐妹情呀。对呀。那我过去，谁过去？不行，喝点流水润嗓。我们开始过。好的。我就是虽然现在没有，但是我把这个当成流水。我突然又想到，他总是之前跳舞的时候看我总是很猥琐。对，我没有，我不是那个，我不是那样。你敢说吗？就是。不要太快了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感冒还没好呢，还没呢，还是有点感冒的，不许过去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我们开始的也快，结束的也快，结束了之后开始的也快。谢谢稻草人的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，谢谢稻草人的荧光棒，谢谢稻草人的荧光棒，谢谢稻草人的荧光棒。都过来。什么时候开始过？是的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就是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的就毕业了。我们两个就是。莫名的就会有，然后莫名的又毕业了。谁让你润？只要你说让我留在这，我就不过去了。真的吗？那你留在这里吧。过来过来，那你留在这里。我让你留在我这里。留在我这里。留在我这里。谁也别走，谁也别给我走。我这有蛋挞，快点过来吃呀。我有西瓜。哎呀，过来了！谢谢稻草人送的荧光棒。稻草人，
哎呦，不过是稻还是传送西的瓜，第一届对荧光吧？棒，给你奖励你一个西瓜，奖励第一届，你一个西瓜吃。我要找一个没有籽的西瓜。嗯，你给我吃？我给，在河底，你麻烦挖一下吃。给乐乐吃吃。给乐乐吃吃啊！我们给乐乐吃吃啊！给乐乐吃一口。谢谢，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。谢谢小屋送的秋天的奶茶。我只有你们画的大饼吃。我很喜欢面食，我最喜欢吃馒头了，那种面食。谢谢乐乐的一个巧克力。给我尝一口。真好，太贴心了，当然了，我最贴心了。今天的发型。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，都过来。谢谢你的玫瑰花，给我吃，好。我再挑一个，哎，刚才那个他吃掉了，我再挑一个没有籽的。知道了。好玩呀。嗯，哦，主要是要付出点什么的。谁？小河底，哎呦，回来了，批完了，哼，好吧，记得回来就好。什么？哼，谢谢乔木然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就喜欢温柔的，不喜欢的。谢谢，我们没有温柔，谢。我们各有特色。小鱼，啊，直播呢？我吃着呢。直播呢？我吃着呢，我玩着呢，没有，我在刷视频呢。哎呀，真好！在刷视频呢。是我在刷视频呢。嗯。哎呦，好。我们在跳舞呀。我也吃。你给我跳一个。好。我再跳一个。我给你，我先给他们一个西瓜吃。吃饭呢？我喝着呢。嗯，吃了。你喝着呢？你怎么不吃一口啊？我吃一口。我吃两口。你为什么总给他们吃，你不吃一口呢？哇，小鱼真关心我。对啊，你快点吃一口呀。爱了，好呀。我不。哎呦。萌萌，你播着呢？你怎么你播着呢？没有啊，我吃着呢。哟，吃着呢。没有啊，我播着呢。吃什么呀？给我吃一口。给小鱼吃一口。你们现在在吃什么？给我吃一口。吃一口，给你吃两口。谢谢月光送的巧克力。谢谢西瓜蘸白糖挺香，是吗？我从来没有吃过西瓜蘸白糖。谢谢你送的巧克力呀。不是蘸盐吗？谢谢在河底麻烦挖下一个秋天的奶茶。我再表演一个喝咖啡。谢谢你的秋天奶茶。吃什么西瓜喝奶茶？好。你不给他吃一口，我给小鱼吃一口。吃着呢，您呢？我在吃榴莲，要试试吗？我要吃榴莲，这是什么？你有榴莲？我也想，这是今天的晚饭呀！哇，你有榴莲？没有。谢谢他说他稻草人说他在吃榴莲，要试试吗？谢谢小屋送的荧光棒。哎呀，又送了一个 BJ 呀！谢谢你送的荧光棒。哦、哎呀，可是我不想吃。看我的迟到公演，哼哼，害羞。我不想吃。表演一个吃西瓜，刚刚都给大家表演了。它已经凉了。谢谢对面的小人。谢谢你，还是送的荧光棒。下次握手会，我抱着西瓜上你面前吃。可以啊，给我表演一个吃西瓜。那你要吃半个，然后拿勺子挖。那我会给你准备纸的。谢谢小青柠。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改名字了？怎么改成单推版的？糯玉米的一个秋天奶茶，谢谢你秋天奶茶。你怎么终于回来了？谢谢霹雳火送的巧克力。再表演一个，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玩够了还是会回家的。给你炫一个。好呀。谢谢小屋送的秋天奶茶。我下午也吃榴莲了。哇，你们都吃榴莲了。你们都喜欢吃榴莲吗？
我是去缠你的。我就是。你缠我？调皮。没有，我没有认错，我只是开玩笑的。在小小的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。记得你。在半个西瓜里挖呀挖呀挖，拿勺子挖呀挖呀挖。就在晚上喝咖啡呀、啊，嗯，但是不喜欢喝没味道的水。谢谢月光。我就喝了咖啡，回来买了咖啡。我不喜欢吃不惯那个味道，哼，很刺激。现在是榴莲季节，哦，是吗？草莓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吗？什么时候下播呀？吐小小的种子，种小小的瓜。嗯，是稻草人的一个蹦迪。下播就12点左右吧。蹦蹦迪，心在跳，心在跳。快来吃榴莲了，马来西亚人的最爱。马来西亚，你是马来西亚的。我去录那个视频，马来西亚是哪？然后呢？他竟然只能上传60秒，结果我有些视频是录了1分钟多，然后最后呢都得重新录。谢谢，在河底麻烦挖一下的一个谢谢不喜欢睡觉版的玫瑰花，谢谢你的荧光海，我谢谢你的荧光海，谢谢谢谢你的荧光海，我全部都要重新录一遍，然后呢我就变我要我就再给你吃录一个，我发一个，录一个发一个。哼，就喜欢被抢。你又要去了？你又要去那边了吗？想起我小时候在班里吃榴莲糖，被打的可疼。在班里吃榴莲糖，我给你剪视频。你确实会的，不准看了，被打。你，哼，是的，我是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是东南亚，那里很热吗？那里是不是很热？哼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哎，我就是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呀。谢谢，不是搞笑你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。我每天都播播吗？谢谢你的两个荧光棒。这一周，我每天都会播播的吧。嗯，听说马来西亚也说中文，马来西亚文。播播，芋泥播播的。不要芋泥，不要奶茶，要波波。每天就只有点点眼熟哦。谢谢你送的荧光海岸。你问对面的欢不欢迎我过去？你马上就要被快来被挖过去了，我感觉。谁呀、啊？不告诉你。哼！欢迎大家来我的直播间。加上了，当然加上了。嗯哼，我们还约了之后可以一起跳舞，可以一起跳舞。马来西亚是热带。哎呀，那你就待着别走了吧。一句话没有上来。马来西亚是热带。嗯，我感觉是那里很热。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申请过去。达妹。比北京热吧。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。马来西亚有花。送的。顺便帮我问问看看欢不欢迎我过去。你们啊，和他连麦加深感情。哎呦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还没有，都得在这里我们要先在线下，就是先好好的把感情聊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连麦。快换个手机了吧，直播有点卡，还有点糊。是的，我的真是个乖宝。那个华为手机。哎，不是，安卓手机好像是有一点糊糊的。别说我，我谁的话都不听。好，我会多喝水的。我有很多水。直播有点卡。对的，刚才妈妈在给我打电话。什么？我想回一下他。你要下了。回一下他。谢谢，挖一下送的巧克力。嗯？哼。谢谢挖一下送的巧克力呢，我感觉我这个发型好适合汉服呀，再多夹几个，这边也夹上，对那种练，但是多喝开水，开水会烫到我的，
多喝温热水，大家要这么说。这是谁家的小公主呀？谢谢布布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你的荧光海。哎呦，谢谢。好的呢，荧光海。既然你也觉得我好看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过去呢？在和迪巴伊巴已经过去了。既然稻草人不是过去，为什么你还要走呢？那你就一直待在这边吧。另外买润喉糖备着哦，我今天有买润喉糖，一会儿吃，一会儿下了播我就会吃。叛逆小孩，可是呢，我就会吃一点的。我现在还卡吗？不可以过去。可是呢，你们只要待在这边，我就多喝烫水。不行，多喝温热水。不行，我不怕开水。不是的，我怕。过去、哦。谢谢月光的一个蹦迪。月光蹦迪，月光，谢谢月光的一个阳光海，谢谢，快来快来，在河底里粉挖一下的一个 chocolate， 你回来啦，乐乐看看，你回来喽，记得回来就好，好走人了，拜拜，我的，谁不许走？为什么要走？多喝咖啡，我在喝哟，要主动加一下前辈好，在河底麻烦挂挖一下。他又过去了，告诉他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。哦，可以的。哦，叛逆上头，回想妈妈。可以点歌吗？可以哦，我好像一直在循环这首歌。谢谢回想他 SHARKEYTAN 送的巧克力，谢谢挖一下送的巧克力。我怎么能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呢？你要等一下，你要先不要，我们跟我妈妈打回消息。啊，谢谢月光送的蹦迪和荧光海。月光，你又来了，你怎么也开始到处乱窜了呢？我端水，月光，好吧，好了，我回来了。卡的嘞，哦，是有点卡。是的。我卡吗？现在还卡吗？你卡着呢。你在延迟。现在。我卡吗？你就是我卡吗？我卡吗？你现在不卡。那就好。哦，好像还是有点卡。没有，是因为太有回声了。啊。想点个声音曲，我说你俩唱，什么？伤不起，我俩唱，真的伤不起，快接萌萌接。现在就唱，伤不起，真的伤，我那我把我的歌曲关掉。我想来想，算来算去，算来算去，算到放弃。良心有木有？你的良心我。什么屌子哦？我天啊，如果的是，为什么是个小喇叭？如果的是怎么唱？老公最大，我不会耶。他又卡了。如果的是是什么？一面。分手应该体面，如果不用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敢给，就敢心碎。镜头面前是从前的我们，谢谢浅木然送的玫瑰花，留着人生死离别。不知道，谢谢这什么歌？小鱼，挖一下说体面吧。哦，体面哦，对哦，谢谢我刚唱了。你姐微博有认证后能群发消息吗？发消息没有自动回复。他们都到处跑，发私信了。一会儿我下播去看一下自动回复。可以好吗？他们都是专一的人。等一下哟，会唱啥歌呀？好听，谢谢。这什么歌？体面。我又说别人，你也到处跑。如果的是蛮好听的。如果的是为什么？那我听一些，我害怕、你们不会炸我吧？所以你推是谁？
没回复，好像只能发一条。好，等我一会儿去看一下。我要记下来，我怕我一会儿忘记。谢谢小屋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捏捏。再谢谢你的荧光棒，再谢谢你的荧光棒。你不是就没法发私信？哦，我说就是我的私信好少呀，嘿嘿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去设置一下好吗？大家一会儿等我下播，然后去设置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发了，对吧？谢你的荧光棒 对，已经发了，你再设置自动回复我也发不了了。好吧，那怎么办？全网无前任，我不承认，他就不是我的前任。捏捏，什么捏捏？我哭了，我先记一下，谢我谢怕我苦忘茶记。纸我拿送根给我们笔，桂花，谢谢苦茶纸跟送的笔桂花。拿张纸哎呀，递一下。蝶王，你怎么也过来了呢？哇哦，他走了，怎大么家玩都呢？过来，过来，他走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谁走了？没没走走，一点儿，我还在，我有就是果子。拿记下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出现了呢？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你猜这个是什微么？博，你猜这个是什么？自动回复，谁猜？这个，大家一起萌萌猜。猜猜，你猜，萌萌猜猜，这是魔法书，这是书。那么就这是是，眼影盘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是吧？切！你等，哎呀，等你们微博有被认证骗之后，了看吧？看能魔群法发倒吗？是公不司错，允许但吗？是呢，你看他我晚到上，时候去问一下。我这根笔没水了，我再换。他又走了。我又回来了，哼，你看他逮不到我又一点儿。那这种关注回复可以设置一下，然后重新关注回来。关注回复可以我设要置一打下，开然后重腮新关注红。回来，试试吗？哎呦，捏捏嘴去问唇，一捏下，小你们是红不嘴。是就是那他肯在定，没有他肯设定置还自动赖回我。复就是发不了，是吧？哎大呀！嘴巴跑出去回来了，对，别走一点，一点别走。在我打手腮账红，册，你们不要就是，我猜，你看我猜的是对的，是什么？是腮红。是的呢，哼哼哼，哇，给你打打，给萌萌对哒呀，哒。好了，打上了，打上了。哎有被呦。关注自动回复，好，我去看看这个自动回复的事情，保嗯，证它又不会睫凑鸡毛腿。了。凑鸡腿是什么意思？你们，不懂，我睫毛长，你还能看见我的睫毛？我再记下来这个是怎么回事。喂喂喂！都记下来了，我会记慢了慢什的去么？学习的。记了记什么？了，凑鸡腿，什么？给我凑记一鸡下。腿，你记一下。不行。我的还是太少了，要多，这点要多和前辈学学。眼泪耶，我也不知道。会慢慢的学习的，但是前辈们都很忙的。12点了。不敢去打扰，但是我会慢慢的去学习的。我们，不知道呀。他说直接，我真的有一点点的学，但是我就是可能会反应慢一点。嗯，楼上好眼熟。
你要偷偷去听吗？我听你不听那这呀，样我播就到看不到你们了。12:30下播吧。换手机，提上日程。好，我会努力的去换的，换一个让你们能看清我的 phone。我记下来。啊。是有潜力的，然后当我然就了，好了。可能刚开始会慢，会慢慢的就是接受的慢，我要播到但通是宵。久了之后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我熟要练播的，到第二天早上。我相信我自己。你们你要播明到天要第二做天早事情上，吗？现在正在看我直播的人，明天你们有什么事情吗？可明别的。天会去干什么被你呢？的小云明前天你辈们要带上坏了，班小云吗？前辈明可天好了，你们要工作吗？要什么上带学吗？坏？哎呦，你怎么还在看呀？小云前辈超级好，哎呀，你们都出来了，你们怎么都在窥屏呀？喜欢他，那小云么要真上呀，学的人，对的，没，我觉得你们可以睡觉我了。要认真点，因为懂得太少了，现在。跟我学学，我教你。我已经出师了，谢小云谢前辈很好的，小可，你直播叫隔壁的是下播，我的用荧他的光手棒。机去听他的电台，上那不班太怎么好十一吧？点上班呢？谢谢那不小太好可，吧？我去送的荧光棒还在修图，他会哼我的。修我的图，没关系，修慢谁慢来。的图？谢谢在河底埋放了一下送的一个巧克力，哎是你呀，的巧克力。咸蛋超人，哼，来吧，结吧。哎呦，呵呵，好的好的，修工作上的图，那你加油呀。修工作上的图，小乐乐。干嘛？我听到了什么？修工作上的图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你是不是以为在修你的图？对呀，哼，小你不乐通宵乐，不怕掉头发吗？我怕呀，我可以发个癫？好我呀，下我面的想头看，发已经怎是么这发么卷。癫？我想欢看。迎进入房间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房间，欢谢谢迎。善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谢谢玫瑰花，对，我我还得们去的家花，回翻牌呢。我要，让我看看，我可以要蹦个迪，下我可以播。给你们摇花手，哼，那念念给你发电，他比较厉害，是的，还好吧，多可爱。让他给我跳一个爱如火，现在翻爱牌如九六火，加，当然没有啦。应该吧，不要，我只是我回的慢，我打字慢。爱如火出错了，是的，他的爱如火我有所，我当时还没来的时候。就有所耳闻，害怕不害怕？什么？你就要喜给我发欢什么安这排呢？种，那我该跟你说些什么呢？我可以就喜就欢只这回你一个种，句号吗？这样但的，或者有我挑只战回性吗？给你回一个颜文。何迪，你为什么不回电话？怎么挖一挖他又不是挖一下他怎么又去你那儿了？去我，什么叫又去我那儿了？他一就是他没走过，切！我相信他，对吧？对的。好呗。
哎呦，我要30下不？哦，谢谢稻草人的一个阳光海。你这得，性的阳光，快点，萌萌，快点，快点帮我看看我直播间这个什么意思？什么？哎呀，你看不见我的弹幕呀？说了什么？我看看。Why are you？ 所以。Why are you 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T E， 我拼给你哦。嗯。T E A M M A T E S C R Y I N G。T E A M。嗯。M。A T E。怎么回事？啊、嗯？为什么你队友正在哭？是我的队友。这么长，看不懂一点儿。你不是英语六级吗？我哪是六级？四级吗？你这是？对的。哎呦，看着马上哭了。看不懂一点儿，这可能就是。为什么队友在哭呀 ？Hello 呀 ，Hello 呀。谢。为什么？我们明天有什么安排 ？Team， 我知道 Team 不是 Team， 它是 TMM。TMM 是一个单词吗？为什么你的队友们在？给我发一遍，谁看到了，过来给我发一遍，我看一下。我眼熟了，月眼。明天有什么安排？明天的安排就是眼熟了，眼熟了。明天的安排就是过来，默默的回，过来找我练。好呀。嗯。回翻牌练舞，我们要练舞啦。好久没练舞的，都好久没练舞了，就是我都没意思了。哎呀，是今天的兴奋，是的，幺六五二要开始营业了。营业了，大号是什么？翻墙专用还是？好可怕！哇、哦，完了，他要过来看了。谁来看我吗？好，他敢不点开？什么掉了？吓我一跳！他要不敢点开我的直播间。你在哪个角落里直播呀？为什么这么白呀、啊？是吧？就是我的后面是墙，你看，窗帘。我们我们俩把床拼在一起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李新乐 ，is so cute。哎呦，你在夸我吗？他要来和我跳吗？要早起吗？早上、看我什么时候睡够吧。好。我们不要应该是不要让他发现吗？因为没有不会生气的，他喜欢你们来看我，他不会生气的。现在姑娘都跳哪几首呀？我跳坐标和重生计划。哒哒哒，最后面的哒哒哒哒哒哒。我12:30下播的。人生不变。不要害怕，霹雳火，谢谢你，霹雳火，谢谢你夸我，他不会生气的，被抓了，他不会生气的，哎呦 ，very cute， 哎呦 ，what do you mean？ 我这个，我觉得我该换发型了，他不会的，没关系，我哄哄他就好了，我变成麻花了，麻花，小麻花，我吃一口，你吃一口，给你，我吃一口小乐乐。我可是怎么突然说英语的头呢？我可是，我是个香香的宝宝，小香乐乐，欢迎进入我的直播间。嗯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。你在窥屏，真的吗？他在窥谁呀、啊？那是我啦。Can you jump in the swim fish？ 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说了什么？Can you？ 鱼有什么 ？J U M P？ 什么 P？ J U M P？ 哦 ，jump， 跳什么？啊？
跳什么？跳，跳，and S W I M。有什么？然后没关系，咱们就是说后面是鱼，鱼，没关系，咱们就看这个鱼就行了，前面都跳过。我也是腿在亏平，怎么回事？我还得重新去学英语了。他来看我了。那他岂不是也能看见我？谁？我的前任。是的，我的前任。你是什么前任？你们都没开始过。就是开始过。什么时候？他自己说的。在不知不觉中是吗？在你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哇，你还。后来者居上，就是。鬼圈真乱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才不乱呢。我们很简单的。就是。哎呀，为什么要评论六呀？六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晚安哟，晚安。好复杂的样子，不复杂的，我们非常没有弹幕了，没有弹幕，大家都不想念我延迟，大家都不想念我延迟读弹幕的时候了。我也没有弹幕的。晚安，凉粉，晚安。你要睡了吗？确实，都12点了，早点休息。哎呀，你也过来跟我说晚安了，那就晚安吧。我已经懵了。晚安，亲爱的凉粉。哪里让你懵了？和我说说。我给你讲讲。30了吗？已经30了。想念。对，我30下，现在是13。大家都发弹幕。晚安，晚安喽。小马尾哥哥。哎嘿。睡觉觉吧。小马尾。你们。加这儿吧，啦啦啦，刷弹幕，反手抓双马，什么？啦啦啦，中太阳 ，kill the monster， 吃饱。喜欢什么发型？喜欢什么发型都好看。哎呀，什么吃饱？我是个假的，我学了假的英语，我真的是。是解释不清楚了，怎么解释不清楚了？我没有看懂。因为在这个，他们好像在磕糖，磕谁的糖？磕谁的？谁在磕糖？磕我们俩。谁在磕糖？磕谁的糖？为什么磕糖？我是弹幕机器人。等你刚刚真的卡了一下。花园一般。跟画一样。我吗？对。穿越一万光年到你的身边。我会看呀。抓了一大把人，给你的直播间。什么糖给我磕？你也想磕？我不想磕。听听是怎么回事儿？呀，瘦马尾巴。淡了。思念你虽然甜蜜也辛苦。哎呀。唱呀，乐乐。却又忍不住。Being to you，falling in love with you, baby。我不是无知的人。你要公转自转啦。不，我不是无知的人。公转自转拉着时间的钟。你那个钟。黑夜白昼难道只是颜色不同。你的守候让我轻轻感受这颗蓝色小星球的温柔。微笑马虫传递你的温度。电流颤动，你说那是因为心动。预算放大一个人的孤独，又是烦恼带去外太空。心电图记录你的喜怒和哀乐，
我不你要告唱，为诉什我么要唱这什首么歌？是酸甜和苦涩？不知那样道，不他说机够器人。就马上深呼吸一口。去晒晒月光，让星星游 你又乐。卡了触电音了，想吃那你太好呀。了，都不用装了，装电音了，不用哇哦，后竟期然 P 夸了。我唱得好听！就有人举报我在你们直播间乱窜，然后我就被抓回啊去了，哈，但你还在这里，哼，这是，你竟然问这是什么歌？这可是我的出道什么曲歌？呀！你对这呀，个这可是元我们旦的超出道人，曲，你适是合假他和他，好听呀，谢谢，谢谢稻草人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你的荧光海。讨厌！快去看我的出道舞台。虽然出然道后舞你发台现的了表吗？情有一没关点点系，他喜面无欢你们表来情看我吧。的，谢谢月牙的巧克力，无所谓，怎么看三个直播？你在谁看呀？三个直播，竟然对，好了，现在17了。怒刷10遍出道舞台，对，要去怒刷10遍我们的出道舞台。出道舞台在这边打过卡了。好吧，那当时我说之我的第一句话的时候，你有打 call 吗？哎呀，我会错，录真的。的绝绝子，真的，真的吗？我们两个准备了很久。当时大家的 call 声一出来，哇，真的很燃，真的很燃。哎这呦，时我所就以在我台就上被就吓提到前了。到了，然后真呢，的吗？我之我就后很我兴就奋。不会表情管理了。我好喜欢就是大家 call 呀，我不喜欢就是尴尬住，我喜欢比较热不情过的 call 之会后有呢，你反们应会的那 call 种。我吗？但是我害怕就是，当时我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还你们怕大家知就道是舞不理台？我。但是大家真的很好，就是 也会叫我的名字，真的很感动。拿着小签证出道，对的。哎呀，蹦迪！谢谢紫我都没头有送去的看蹦过，迪，之后我都不敢去看我的那个谢谢你送的当时蹦迪的呀、啊，MC 自我介绍，我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去看。有机会想去现场，那一定要来现循环场播看放，看。对，要循环播放，看我们两个欢的迎视你来现频。场，那么希望之后有的一舞说一，台，超级棒！对了的，希望之我们的后粉你丝看都我的很时候，好。我在舞台上就是能笑出咱们来。的粉丝都很好，谢谢紫鹏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你送的高级马卡龙，好，谢谢，说到这话考哎，试，然烤后手动，Blue Four 好看谢的，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都夸我，我就谢自谢，信有力量。千色可爱小你柠的檬，眼睛是不是不一是样的，我大？当时真的应该很这样。拘谨。然后我准备了很长的一段，就是我介没有绍贴睫啊，或毛，者那个，因为还有那有点个想懒成为了。什么样的偶因像。为我今天开然始后我收当时拾准备的了时很长一候，段，他们都说：“哇，你时准备这么多，你间记得有住点吗晚？”了，我说可以的，我说没我关就系，望着望着没就有少了，贴睫毛。因为我怕我紧张会忘掉。然后我就准备了很多，谢谢你们，我也看了，决定了，明天再去刷一遍出道。好，刷一遍，刷两遍，谢刷谢你三的反遍，馈呀，循环。直接把我们的姻缘那个舞准让备我们了干多久？净。我哎感觉呀，准你备好了过分呀，一你个星怎期。么能这么说呢？乐乐，虽然，我们的他和她准备了多久来着？准备了一周，一周。好像是的。一米五，我们一天学完了这个舞，无然后所就一谓，直我在会穿增高鞋垫。抠动作。哎呀，欢迎哎大呦，口家袋入日子已直播经间，把出欢道迎视你频进盘包入我浆的了。直播间。
是吗？现在有人进来了，可是呢，你那们进来的好晚呀，我都要下播了。挺好的，宝贝，交流很可爱，谢谢。我有呀，我真我服会慢了。慢的放开自己的。在。你这还好吧？是的，因为毕竟是初到舞台嘛，要好好的准备。我们两个真的很认真的在准备，呀，海南但是人，感觉还不是特别完美，因为我真的有舞点台经验太少了。我真的我要有继点续努力。好喜欢舞台我呀！不管，好喜欢就是站在舞台上我练就习一是遍，有然要后音求。乐响起来的时候就会，哇！很开心，然后听着大家的 call，我最喜欢你。真的很开心。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有多多的舞台。你要跟我有多多的舞台？当然喽。哎呦，好了，我要跟我的粉丝甜激蜜情说了，话了，我马上就要好。走了。好，欢不要迎走。进入我的房间，欢迎。哎呦，你怎么还在看呀你？挺快的呀，我打有基哎础呦，吗？我稍微的学过一点爵士舞，我们但挂是不是吧。很精通。好，那你挂掉我吧。哎呦，挂你。走了。哇，变成我一个人了。天呐，好大的一张脸呀！往后坐坐。马上就要走了呢。马上就要走了呢！天呐，谢谢不可说的心情送的荧光海，谢谢送的荧光海。为什么你的字会那么小呢？在这儿呢！谢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直播间，但是呢，你们进入的。有点晚了哟，我到30我就下播了。是的，我翻一天的翻牌，好玩呀！给我发翻牌，谢谢甜蛋超人送的巧克力。不行，我现在还没减肥呢，我现在肚子上还是有肉的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穿梭群。那我明天就安排吧。好的，那明天我就安排吧。我真服了。是的，你明天也来看，你们每天都要过来看，是的，期待吧，期待吧，每天都要来看我哟。明天我是不是可以开早一点呀？你们觉得几点开合适呢？明天几点开呀？那就9点左右吧，那就早一点开吧，明早8点，哼，阳间一点。好的，那我就8点开始，我8点开始，好的呢。那么明天我要贴假睫毛吗？嗨嗨，嗨嗨嗨！下播了，我就要去拍抖音了，我就得交作业了。我要交作业，可
可是今天妆都没有化好。你之前的老鹰呢？你可以看，之前的都不是他，之前的都是我那种好几个小视频，然后我拼一起的。谢谢八分钟送的玫瑰花，哎呀，好可爱！哎呀，好的，那谢谢你的夸夸呀。我等会儿就在我的房间发一个，等会儿就在我的房间发一个视频，发一个抖音，就是 BJ48 李新乐。等会儿就在房间，不，不是地摊抖音，是我之前剪的，就是拼凑的小视频，会动的视频。第一条抖音应该会在明天发，如果今天晚上拍的好的话。会动的视频是活的。谢谢阴田乐乐子送的巧克力，是乐吧？谢谢你送的巧克力。拍什么手势舞？大概率会是手势舞。好的，谢谢你送的巧克力，你给你比个心吧。我转还有三分钟。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在我的后面搞那种星星灯？谢谢月牙送的玫瑰花，我也给你比个心吧。这样，不这样，还是这样吧。多比几个。我的窗，就是窗帘当背景。就是花式比心。谢谢小屋送的玫瑰花，谢谢猫跑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原来大家都想看我比心，谢谢你们。可是我今天的妆不好看呀，对呀，好了，比完了，嘿嘿。只给你们看一只猫耳朵吧。脸颊比心，不，我脸颊太肉了。谢谢没有名字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你送的秋天奶茶。哎呀，我还有一分钟就要下播了，你怎么才来点歌呢？那你还是明天再来点吧，你明天再来蹲点我的直播吧，这样就能点歌了呢。哎呦，哎呦，谢谢 SVD 送的玫瑰花，明天我要8点直播，这样，那你们会来看吗？谢谢罗特西河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你送的玫瑰花。我要去快乐的回翻牌了。好了，到了，我要走了。不行，你们应该跟我说拜拜，然后呢跟我说晚安。谢谢51度31分送的巧克力，你们跟我说晚安。哎呦，什么呀，你今天拿起来看到你小时间，嗯，这弹幕好快呀。谢谢送的秋天奶茶，哎呦，谢谢送的，哇，你又送我荧光棒，好了，我要走了哟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下了，我要去房间发视频了，拜拜。